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 TV Extend sekarang.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美都新闻，我是张曼曼。今天是8月24号，星期四，新闻一开始，带大家来关注国内的最新消息。 8月23号，雅加达中区波托左村发生大火，导致574人失去家园。雅加达中区甘密普镇长安特里表示，由于居民密处区，当地发生大火迅速蔓延，造成4个领主房屋被烧毁，灾民们被疏散至当地的清真寺，事发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安德里说，截止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房屋被烧毁的居民也被安置到了雅加达中央市政府办公室的福兹清真寺。